和在床底下哭跟你有关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戏外不要让他床底下哭就好了。果然是前辈一语道破重点啊，林心如、王伯杰、杨佑宁、修杰楷等人十五号合体一起宣传华灯，因为这部戏收获女友一枚的王伯杰完全要被亏爆了。你要谢谢我哎、欸，真的是谢谢，对不对？我都还要听到谢谢我是红娘，我们的戏是红娘啊，真的是就拿公费谈恋爱，还是你是因为看中了谢欣颖才答应的？之前有传出好像有求婚这件事情，是有这样的？没有，就我们还没有到要问及婚家。对，就因为也才一年，但我觉得现在这样的稳定蛮好的。我们家小孩都还没看过，只有最大的英九看。对，小孩英九那天一看到陈哥，就跟他冲过去说：“我可以给你拍照吗？”太开心，我超生气。你想说我每天在家里跟你对眼，你也从来没有。距离是一种美。对啊，而且他一直在问说。因为叔叔男人们一直问啊，真的心疼这位老爸一秒。而日前修杰楷刚过39岁生日，对于老婆给的惊喜，他竟然全部忘光光。什么都没有哎、欸，蛋糕啦，你又忘了。哦，蛋糕算惊喜吧？对对对，他让我出去骑脚踏车，我觉得这就已经最大的惊喜，超棒的！我没有想到他会答应。你们是从台北骑到花莲啊？对对对，但是伯爷是骑电的、啊。所以电的是什么？不用踩。没有啦，还是要踩，还是要踩，那是 GoGo 罗才不用踩。第一天我们骑了60几，逆风，逆风，累。哎、欸，你讲一下，你讲一下，累不累？我们是没有骑过电的，我不知道啊。但是我是很累啊，我是很累、啊，完全快被这群兄弟笑死了。很累。